是我会笑，我跟这不是的。为了买的是气温水，一腔心事，求到阳光背起了心上。一想到是风中雷雨，我变无态，也不是要失容失败，是为着我爸父永远想，也搁我真正的心情。一腔心事一出来。当初是伊不是来讲了的去的，可是我今日想提起来袂记啊，今日又心生思维，为什么来讲唔该要来帮忙过年啊？是不是哦？那是我的家父，你姊妹一定死了，什么？我去啊，是所有的过年，过年欢喜哦，过年的新年，这是新年过年亲戚哦，最主要。就是为着三进三出，到底真正起因是怎样，我就是袂明白。我老爸要临走之前，毛对我交代，讲我孙啊，并不是伊的亲生囝。我的先生这个名字，就是出在天元素，什么？天元素，天元素这个来源，为什么你要讲？这个天官受到你辛苦的考验啦，是不是？老爸交代给我，伊望知我真正的心事是啥物，也唔过来要知影我真正的心事。只有天官受，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讲实话，我就是要请示圣上，这个母亲就是伊心比怪啊，要来欺容失败，凡事，你敢是会当为我解这个问题啊？算了。天官受的来源，我到底了解？当初是我害你，相信你的算计，我是。